爆出和小九岁杨肉如老板交往，感情动态一直备受外界关注。没想一日李佳颖突然晒出甜蜜的求婚照，并开心写下六月第一天，想分享我的喜讯给你们，也透露人生中第一次放闪，想留给生命中很重要的人，谢谢对方让他没有烦恼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希望他们能健健康康的生活，守护彼此，共度美好人生。开心直呼我很幸福哦，谢谢所有的祝福，同时还祝福大家都可以遇到想守护珍惜的人。男友特别联合他的频道摄影师、剪接师、好朋友，偷偷在日本的工作行程中计划求婚，让他直接一秒喷泪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狂喊恭喜，六月第一天就收到满满的幸福啊！